这里是北辰三角洲，曾经是长沙地区的帝王啊。我们今天去看一个这个长沙帝王地段的最贵的房子，哎，就这一块，哎，因为它景色特别好。俗话说得好嘛，叫什么？叫 One Million Dollar View。我们来看看南长沙的百万景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？你别讲，这个小区绿化感觉做得不错的。哎，当年报上的这个帝王，现在一块空地变成了啊，这么多的高楼，大家看看。定江洋。我约了这个房产经纪啊，他应该在那个门等我啊。北辰定江洋 River Lot 河边的公爵啊，这边的房子15,600，对，均价在15,500，均价15,000多，然后这边的房子是二手房，均价20,000多，两万多少呢？这个2万左右，2万左右啊。目的就是让你看到湘江嘛，那边往北是不是能看到这个浏阳河是吧？对，浏阳河这个不行看到，这个不行看不到，这是纯看江的，这是一个两江交汇的点啊。对，我这个会所很大嘛，10年了，哦，还可以嘛，维护的。3.2块的物业，那在长沙算贵的了。这个蛮罕见的，电梯里还有空调，但是它这个没有拆掉还。但是有一个那个，叫什么？装修电梯是不会拆的。不会拆的啊。嗯，装修电梯不拆。但电梯里带空调蛮少见的。嗯，看见不带空调。说明是真正的高端楼。对啊，这搞装修的。这是还没装是吧？临时给你办了啊，就是。对。它是一个毛坯。哎，他这个也蛮好的，比较省钱的高啊，先住下来啊。嗯，这长沙人还，我们还是蛮会生活的嘛。你没看这个江景吗？哦，这江景很好啊。对，这还叫不好啊？江景没，他那个前面景色更好，好吧？这我觉得已经很棒了，他没什么遮挡，就这一块有一点挡啊。是的，这个楼层也可以。这是朝南是吧？朝西是看江的。这是朝西。对，朝西南在哪边？西南，南在这边是吧？对。哦，那这个看落日很美啊，应该。对啊。这江水有点浑浊。然后那边是渔人码头，这边的对面的话是滨江。这里能看到橘子洲吗？看不到。橘子洲在前面。那边被这个楼。哦，被这个楼挡，还看到一，看到一丝。看到一点点。看到一点点，大家看看缝里。夹缝啊，夹缝。但总的来讲，江是肯定看得过瘾的，这已经很大了。这个、江景很棒了、啊。哦，这是北面是吧？嗯。哦，这东边，这北边，这西边，这东边，这是北面，对，就是它等于有点朝西是吧？西。那早上这里有太阳吗？啊、但是我觉得哦，这个它没有装修的是吧？对，你这个要。但是它这空哦，这是他的房间是吧？没有，这是阳台。我知道这是谁家的。这是自己家的。装的空调，然后人。哦，他阳台这样放比较好装，也比较，就是夏天反正也没人来阳台。我来看看啊，这个太，我觉得它太有创意了。对，这是年轻人，年轻人也不要省心卖这套。那实际上就相当于是毛坯。我知道是毛坯，但是他把门一装，录下了。哦，厕所没搞，那就健身房解决了。啊，这厨房是吧？这张是厨房吗？是的，这个是厨房。这灯有吗？哦，厕所还装了一个蹲坑。我看看这有灯吗？应该有。哦，豪宅里的毛坯生活，这个太有创意了。哇塞，这猛地一看像个人睡在这里了。我也吓。你也吓了一跳是吧？哦，还配了个很漂亮的灯哎。应该是偶尔住一下。他不像是偶尔住一下，我感觉。
他在外地，有时候业主我了解了。那他基本上还是在这里。最近回长沙了。最近回长沙了，然后卖掉，准备换一个什么？应该换一个好一点吧。好一点的就不装修了是吧？不想转修，这已经蛮大的了。对，127的。127。换170的不？好，还在健身，地毯也铺了，很有生活品质的。是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也是个厕所，这是所谓的公厕，但其实哦，等于这两个房间都有厕所了，装了洗衣机。但是这个厕所不是明卫了，不是明厕，它这不存在南北通风呢。啊，对，不通风。看家的哪有南北通风呢？我们是隔东的房间，看间的话就是它就是朝西的。朝西的啦。嗯，这个屋也不热，你看我没开空调吗？这个点已经最热的时候了，对，有意思，对对对，它的灯都很有意思，都用心选，对，哦，其实现在有一种风格，好像把它打磨一下啊，对，有些打磨，哦，它地面打磨过了，你看，对，但时间长了，它应该做时间蛮长了，现在年轻人喜欢极简风格，越简单越好，它已经不是极简了，有点脏了，是的，当年刚搞好的时候应该还有点味道，嗯。按现在的风格的话，应该是把这个给打了，直接推出去，哦，对吧？直接推出来，然后把这个做个封闭的，而且很好做封闭的。那个空调，看他们楼上楼下怎么装的，好像没有人装出来嘛。我靠，这晒的简直滚烫的。对，你这也可以，好像当初你做台柜子。啊，封里头了，那热交换怎么办？不是，你会有那种散。他这里应该不会让你随便。哦，他那里，他在夹缝里，那是在什么地方？哪个？不，他这空调怎么装的？装在那个缝里怎么装的？对，你看对面他是怎么装的？是的，这是一个广场。这是个公园是吧？对。这属于小区的，不属于小区的？属于小区的。小区搞这么大一公园？我看下面是个公园是吧？下面是个会所。会所。这是会所还是公园啊？然后那边是临江，湘江风光带。湘江风光带。湘江的。啊。其实我感觉，老人住还挺好的。物业管理费万科。三块二的这个房间。啊。这个就是进来以后看的是，进来以后看不到江，但你坐在这里就能看到江了。要进来坐在沙发上这里啊，不用打开，不用打开。对，把推拉门拿掉，对，他就是开门不能看窗啊，不能看江，但是坐下来可以看江。对，哦，这外面能封闭吗？能啊，能啊。啊，这是最后一期北辰的，对，这块地当时拍了一个全国的一个高价嘛，就是，嗯，超级贴网。大呀，分十多期建的嘞。但你别讲，这个地方看景也是一景嘞。说实话，最看景的是那个大保健那种情况是这个，是这个大保健吗？